好，我哋继续翻到嚟打呢个道馆啊。我就冇乜点升咧，但系就知道点样打啦。依家大概都揾到个方法打，其实唔系话好难打啫，唔系话好难打啫。呢度照用水嘅一啲恶技啊，即系恶技打系劲痛啊，可能系因为佢嗰个嘅。佢嗰舊版本咧，所以佢特攻同密攻咧仲未分啊！我谂系咁样啦，即正常嚟讲唔会打得咁痛嘅。呢招我屌啦，我望一望先，睇睇先啊！如果照道理嘅话咧，其实应该就哦唔系，好似佢系有分喎，即系得39特攻嘅原来。咁即系如果用水几多，大家劲少血啦。咁我哋呢度用咬嘅都试下，劲分身呢度水枪，哇瞓觉冇啊醒啊！醒 ，miss 咗，仲有转重咧，转只呢只，跟住用岩石封，中到一下 ，very good， 跟住再用咬佢，边只咬啊？呢招啊，系啦 ，OK， 咁佢就冇乜血，呢、這个时候我就用格斗技，佢一定回血嘅，very good， 好，仲有一只啊，火空龙，追火龙咬佢，哦，唔够快。呢、這个用咬嘅先啊！哇，好痛 ！Oh no！ 我哋再嚟个，应该赢到嘅，我相信呢个位置。呢条水枪啦，因为四倍伤黑啊呢度，呢次仲咬佢啦，咬佢超痛啊！喂呀，点解仲要烧伤啊？点解要烧伤？唔烧伤又 OK 嘅呢度，一挨得 10% 烧伤就烧伤俾我睇。呢招咬技。定换错咗，唔紧要啊！呢度用岩石封，再岩石封，岩石封，好 OK， 跟住打佢 miss 咗，咬佢，中啊，咬佢，中埋好波，呢度用水枪，搞掂啦，波应该，好搞掂，杀你，手赢啦，赢呢个道馆，有进化啦，只象，睇只象咩事啦，可以。只象哇，有四隻腳都系由四隻都系变翻四隻腳啊！最早形态，喂，呢大笨象，哇，真系大笨象，真系大笨象形态啊！佢变咗 ，OK， 恭喜你啊，攞呢个徽章啦、啊，你可以。呢、這、一个咧，我嘅系咩 TM35 啊，喷射火焰啊，一个好强嘅火系技能嚟嘅，非常之强劲啊，好有效率，好有速度定乜鬼嘢，睇唔到。好，我哋咧就搞掂咗呢一个道馆啦。之后可以去边度呢？唔知道啊。How are you？ 好、，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好，我哋可以向前行啦，继续。睇先，呢啲就望一望个地图先啦，去中心。因为我好似冇喺地图，冇地图喺身嘅。而家攞第三个徽章。哦，系啊，去翻应该系去翻嗰个镇啦，因为嗰个镇原本就系话咩整路，所以唔俾过嘅。依家就应该可以过嘅。咁我哋而家翻去睇下啦。OK， 翻到嚟呢一个嘅城镇啦。呢个城镇原本就应该系整紧路嘅，过咗呢个道馆应该可以过啦啩。啊，系啊，可以过啦。咁我哋可以行啦，继续上上楼梯睇下冇嘢笠，睇下冇嘢拎啊。好，因为 have this TM， 我唔需要呢一个 TM 咯，佢就话。Call return 喎、哦，如果你对佢好咧，咁佢就会越劲啊！报恩咧，即系话呢招劲啊，真系系嘛？做乜鬼嘢啊 ？Is that you？ 等先，呢一个系咪你嚟啊？等等喺嗰度，我系 Stephen 啊！点解你会揾到呢一样嘢嘅？你喺呢度揾到啲咩？应该系话，哇！呢、這个好嘢嚟噶，呢一个系呢、這个系银色嘅羽毛啊，即系代表咧呢一个 ，Oh no， this is bad。哦、你知唔知咧？传说中嘅呢个咩啊？利基亚乜鬼嘢啊？银色羽毛应该系利基亚。等我咧讲明，等我说明俾你听啦。呢、這、一个传说中咧，涉及到两个一个嘅传说中嘅精灵系嘛？系传说中两个伟大嘅精灵啊，就系利基亚同埋凤凰啦，应该就系话。佢就话以前咧，关东同埋呢一个地区咧，其实系一个大嘅土地嚟嘅，系啦。就咧被呢一个利基亚同埋凤凰统治紧啦，即系一个系啊统治紧啦。然之后咧，佢哋最终咧，跨越咗大家嘅道路啦，即系呢个跨越咗占领咗人哋嘅领土定乜鬼嘢啊？咁呢两个咧就开始咗一个争斗，系啦，咁啊最终咧爆发咗一场嘅战斗啊！佢就话，咁啊呢一场战斗咧啊，应该就影响到呢两个地区就分开咗系嘛，系啦，就变成依家今日呢咁样。
佢仲咧最终咧唔知俾边一个，俾边一个就制止咗啦，系啦。咁我临尾，就算我个译员都唔知噏乜嘅，佢就话。啊，利基亚咧就翻去统治呢个关东啦，而凤凰咧就统治呢一边嘅地区。V 字头就系呢一个地区，呢一只 game 嘅呢一个地区啦。OK。而呢一个嘅银色羽毛代表咧系呢一个嘅利基亚嘅拥有物嚟嘅，身上嘅羽毛定乜鬼嘢啊？咁啊，亦都代表咧利基亚有机会喺呢个地区入面。啊，呢一个咧非常之坏消息啊！如果呢两只嘅精灵啊，泰坦都型啊，泰坦。如果见到大家咧喺呢度咧，或者咧会引发一强嘅战争啊，嗯，佢就话咧应该咧要揾人去制止佢哋嘅，但系就佢几千年以嚟咧冇人报告话见过呢一个情况出现，佢就话，我就话咧我要离开啦，小心啲啊！呢一个咧非常之危险嘅一样事物嚟嘅，我执咗条羽毛先呢度，即刻立咗先条羽毛，你3721，好。啲格斗喎，仲有呢啲咁嘅万藤怪。好，我系大笨象啦，劲唔劲先？大笨象系咪都系用物攻嘅？话是话，会唔会喷水啊？真系噶。咁如果照道理嚟讲，应该所有嘅特攻技佢都比较低攻，系啊，低输出啊，物攻流嚟嘅。好，呢度用水枪。OK OK。水槍 ，OK OK， 再水槍搞掂，好，哎做咩啊 ？Fans score 喎，佢话佢啱啱由呢个镇度离开啊，走甩啦佢就话，因为咧嗰个镇咧就俾呢个火箭兵团咧占领咗同埋控制住，佢哋所有人咧都被当人质，然之后困喺呢一个嘅单车铺入面，废弃单车铺啊，请帮忙嗰个城镇啊。城镇喺边啊？呢、這个啊，系咪就系呢个城镇啊？系咪呢个啊？系啦，啱啱走啦，然之后佢向跟住佢一路走落去嘅，佢唔谂住去救人。啊，呢一度如大家所见咧，全部都系火箭兵团占领嘅地方。咁佢话抌咗一个废弃嘅单车铺喎，缪斯林就系博物馆啦，我呢一间啊嘛。OK， 我哋咧拎嗰啲村民作为人质啊，全部喺晒呢间屋入边啊。咁啊 ，and boom 喎，咩嘅料？如果有啲咩行差踏错啊，就会爆 boom。OK， 你会后悔噶呀呢句，我唔知咩意思，系咪你会后悔得罪过火箭兵团乜鬼嘢呢个咧？我话睇你好后生哦，你需要离开呢一度啊。OK， 咁都系应该入呢个博物馆啦。啊，博物馆。好，你去打 ，Who are you？ 同我烂啊你！即刻火，哎呀顶啊！俾佢 cut 咗我几点？通常都唔会用到嘅呢招技、啊，通常都唔会用到，除非对面瞓紧觉或者系麻痹咗啦。瞓紧觉系最适合用嘅，如果麻痹都唔系好适合，好适合用其实。哇，咁多精灵嘅呢度有，呢只系我记啦，呢只系冰啦，轻松，呢只系我记啦，呢只系冰啊，秒晒。照道理应该冇乜难度啦，呢 game 我谂应该冇乜难度嘅。雀仔、利多、水啊，吓影子球，你识影子球好啦，冇所谓。OK， 啊系，我头先啱啱先发现咧，佢好似系有个攻击表啊，啊唔系喎。我仲系佢有写特工定物工，但系应该系有分特工物工嘅呢只 game。好 ，OK， 呢只蟹仔巨剑系咬佢，咬掂。好，呢位俾人咧挟持住。佢就话咧俾你嘅调查报告俾我，需要个调查。OK， 如果你唔俾呢一个我哋，如果你唔俾我哋一个。应该点讲啊？如果你唔俾你嘅调查俾我哋咧，你冇办法离开呢一度嘅，啊，冇办法离开你建筑物。OK OK， 喺呢度啊，攞走去啦。咁啊，将嗰个嘢咧，俾咗某啲资料俾嗰个人 G A R I D。好啊，做得好啊。咁啊，你而家咧，如果咧你唔早啲咧遵守呢一个嘅要求嘅话咧，你将会失败啊！你将会失败，系啦，就系咁啦。OK。
我就话咧，叫佢照顾呢一个低能啊，愚蠢嘅傻瓜。OK， boss 知道啦，大佬。OK， what death？ 你边位啊？呢个系板木老大系嘛？你想叫我咧，俾呢一个咧软弱嘅可怜火学家咧，自己一个人走啊嘛？你而家喺度谂啲咩？我系呢一个咧最强嘅板木啊，系呢一个火箭兵团最好嘅 leader， 你个领首领啊！佢话靓仔，你嘅无能咧为你做咗个事情啊！呢、這个意思咧代表咧，我系会将会咧破坏你同埋破坏你嘅精灵，打大佬啊要！哇你咩啊？你甚至神兽咁样嘅呢只嘢？你用恶技咬佢先啦，恶技诶恶技打佢痛，诶仲惊埋啲唔到，原来咁渣嘅。下只干鸟啊，哇又啲 OU 重啊！呢度用我啊唔得啦，因为我系对佢呢个版本嘅降系有半减，所以用兵技。啊！即刻劫兵啊！正蠢材啊！大笨象啊！龙虾，龙虾嘅话用格斗，但系咧，其实呢三招打都唔同啊！嗱，我哋搏一搏先，用格斗其他先咧。啊，泡沫光线，咁、啊、我哋用水枪啦。我用普踢咁串啫，用咬其实好似好啲，咬嘅搏佢惊好似好啲。哇！顶食药，换一换重啲，跟住换呢只重出嚟。呢隻佢就应该打我唔系好痛，我用岩石风，岩石风，岩石风，跟住再用呢隻，可以自爆嘅，不如自爆自爆。喂，顶暴踢咗，呢、這个位置我哋用鬼技，喂，搞掂，好波啊！喂 ，boss 你又搞啲咩啊？收声啊！叫你收声啊！你班靓仔。佢只系咧一个好彩，佢只系咧好彩嘅啫。呢次咧算你好彩，但下次咧你唔会再咁好彩啦。即刻同我躝开呢度，我要行啦。我哋已经得到我哋要嘅嘢啦。OK， 你个名系咩啊？睇先。好，首先咧佢就啊唔系，佢就话咧好多谢咧你停止呢一个火箭兵团啊，帮我。好可惜咧，你未嚟到嗰阵咧，然后佢哋已经咧两抢走咗我嘅研究啦，已经。好。佢就啊，嗰个研究系关于啲咩？写咗一啲嗰度有啲文件咧，记载住一啲嗰三隻神兽精灵喺呢个地区，同埋一啲最近关于佢哋嘅发现。佢就话，佢就话嗰三隻精灵嗰三隻传说精灵系咩？就系、是、呢三个名啦，当然系呢三个系边个嚟噶？我呢三隻精灵好似都唔系原版精灵嘅，系除咗第一隻，第一隻唔知系咪显示出咗隻出咗只欧云啊？但系我唔知系咪，我唔知呢三隻系咩嚟。好，I'm not sure what they， 我唔知道，我唔系好肯定佢哋要嚟做咩呢一个嘅多桥文。不过咧，或者呢一个并唔系一个好事，即系俾人抢走咗啦。总之嚟讲。anyway 多謝你呢就俾一个奖励俾呢度有支舊嘅鱼缸。俾支舊嘅鱼缸我多謝你㗎。OK? 你有啲化石你可以试下去。佢就话呢有啲安排呢就係要需要去到野外呢进行一啲工作啊帮呢一个博士。佢真係俾咗支舊嘅鱼缸。我冇记错係舊嘅鱼缸啊呢啲。我唔係话係舊嘅化石呢一个位。我呢一个系咩啊？神奇虎拍嗰啲嚟嘅，我就系雕光嚟，点解讲？我见到 O 字，即刻下意识以为系雕光。OK， 好，咁我哋今集玩咗咁多先，下次继续啦。咁睇埋只大笨象咧，原来个属性改变咗，变咗水兵啊！水兵属性嘅精灵其实算系普普通通啦，唔可以话好劲，但系亦都唔可以话好渣。系啦，因为冰属性呢一个嘅属性就有啲弱势啊，所以其实。好难去评价嘅吓，咁同埋然之后咧就佢个物攻比较高啦，物攻比较高，但系佢多嘅都系特攻技啊，水枪同埋冰呢两个属性多嘅都系特攻技，好少可物攻技，咩得攀瀑布啊、冰牙、冰拳嗰啲啊，睇个款都出唔到冰拳咁，一定系冰牙啦，冰属性嘅物攻技，咁啊恶技啦，同埋招格斗拳，大概呢四招技其实都好用嘅，不过硬系同佢就唔系好夹咁咯。可能系未配招啊，配完招可能好啲嘅。OK， 好，今集时间嚟咗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见。咁各位咧，未订嘅话帮我揿个订阅，下次啊未订嘅帮我揿个订阅，同埋未俾咧帮我俾个 like 啦。下次再见，拜拜。